少主，苏苏大人在宋逸晨面前暴露了自己。宋逸晨可有杀了他？苏苏大人武功高强，只怕宋逸晨不是对手。武功高强？你当真愿意帮我们揪出刘金国的所有奸细？这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不然。 我给你打个样，别表忠心。怎么表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我也有的是办法。不过，我帮你搞定了刘金卫，你要帮我离开天师国。行吧，那我先安排一下。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贼窝不见不散。